昨晚睡得可不香，昨天打京东喝太多咖啡了，一宿难入眠，没办法，这是对强敌的尊重。赛后裁判可以看一下，看一下我今天咖啡喝了多少，下了多少，就是对手有多厉害。昨天是应该是基本上一整杯全炫完的。打方 pass 的时候，我应该只喝了五分之一差不多。第一盘开局喝抿了几口，然后玩着玩着发现队友有点猛，好像可以停止了。强队也还没打完，只是就是赛季初觉得很强的队是打的，但是像 EDG 李宁这种都还没打，都很厉害。IG 不知道厉不厉害，战绩是挺好的，碰到之后才知道。标记，哎，打我们的时候把功力用完了，功力散尽了。是的，没办法，那天昊天生病了。不要问赢了输了，我只能告诉你们打得还行。训练赛这种东西不用担心。龙王可以玩一下，我看有没有人放，可以练一下。这英雄应该差不多过两个礼拜到四个礼拜就应该能上场。说实话，这个英雄我自定义都没试过，最近就试过一下，应该选出来我会玩的有点抽象，好像又不用回，我打野来了，但他好像不太想来帮我，完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哎，杀不了，他不刷 F 就直接来帮我抓就好了。哇！靠，太笨了，真的。不是这个 Q 技能就不能这个样子设计？设计师怎么可能这个样子设计这个 Q 技能啊？我觉得别的技能都挺好的，侯爷。是的，但 Q 技能 Q 玩的是真的很难受。打不动他，好，好惨，啊啊！没事，他应该也要死。队友好厉害。杀他了！啊！活下来了。好事，哎呀，看一下别人是怎么出装的。